欢迎欣赏 Nick 爸爸说故事。小小科学的一百个地球大发现。没有个，没有关系，一百地球大发现。好，翻开喽。地球上所有的细菌的总重量比所有的人类还要重啊，好可怕哦。细菌非常微小，小到一万个细菌聚在一起也只有铅笔尖那么大。然而细菌的数量庞大，把它们的重量加起来比全人类的体重还要重，超乎你的想象哦。平均一个细菌的重量才0.0000000000665公斤，但是一个人呢就有62公斤，但是把所有人类70亿的人类乘起来才3亿316亿公斤。但是这细菌吓死人了，地球上所有的细菌的总重量是5440亿公斤。他说虽然一个细菌的体积和一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地球上的细菌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们加起来的重量比人类重多了。地球上大约有5000000000个亿细菌，哇，要加30个零呢，吓死人了。很多细菌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分解并重新利用土壤和海洋的成分，使地球上的生物得以不断的循环。你看哦，我们是不是把垃圾厨余倒在泥土里面，所以倒到泥土里面，细菌就会把它分解。所以你今天去看，诶，厨余还在那边，明天去看，后天去看，最后糟糕，厨余都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变成什么？变成那个脏脏的，像纸类的，像垃圾类的。只要会腐烂的，不会腐烂的塑胶袋啊，这些就没办法，就要回收。铁罐也是啊。但是呢，假如你是菜叶啊、骨头啊，只要丢到泥土上，最后就会被细菌分解成泥土，最后就变泥土了，你知道吧？很厉害吧？给外国人，我要英文跟我的外国人说，我的老师外国人说，那个，你知道鳄鱼跟河马会不会那？谁会赢和那个外国人说河马会赢，因为呢它的皮比较厚，而且呢然后呢它还会有屁攻击。你跟外国老师讲的吗？对，好 OK 来了，然后我还听得懂。你还听得懂哦，太棒了。那你要跟他开始一直要练习用英文讲话。好，再过来咯。暴风雨为沙漠带来盛开的花朵。暴风雨是什么意思？台有很大的风，而且还有很大的雨，还有很大打雷。对，就叫暴风雨哈。为沙漠带来盛开的花朵，就算在地球上最干燥、缺水的沙漠中，植物仍能找到生存之道。植物的种子需要水分才能发芽，但它们可以在沙漠中静默默地等待好几年。它就在沙漠里面慢慢地等待，等待好几年，静候天降甘霖。位在南美洲的阿卡。你看，在南美洲的阿塔卡马，在南美洲的阿塔卡马沙漠，年降雨量只有1毫米，平均5到7年哦，这里才下到一场大雨，5到7年哎，就像小姐姐下才5岁耶，才下一次的雨哦，那是很多还是很少？很少很少，对不对？结果久逢的降雨让种子获得生机，迅速的发芽，几天内植物就会开花。覆盖原本荒凉的地表，这些沙漠植物的花期会持续几个星期，最后留下的种子再静静地等待下一次的降雨，下一次的降雨可能又要5年到7年以后，很特别吧？这叫沙漠的植物。好，第10，因为害羞，树木之间保持距离，在森林中抬头仰望天空，会看到相邻的树木之间存在着细小狭长的细缝，你看，树木跟树木之间会存在着细小的细缝，彼此的树冠并没有重叠生长，这是因为特定的树种具有树冠休闭现象。意思就是说，树木跟树木之间有没有？你看，树虽然长很多很多的叶子，但是它叶子跟叶子之间不会碰在一起，因为它有一个叫树冠休闭现象，就是
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意思，就说树跟树之间有一点不好意思，不要碰在一起。好，树木主干以上的枝叶统称为树冠，相邻的树冠各自生长，不会互相遮蔽。就说他们这棵树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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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树，你看它都留一点点缝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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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会互相遮蔽。树冠修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了防止食叶的昆虫从这棵树扩散到另外一棵树，树木的这种现象在各个大陆上都有发现。另一种说法是，在风力强劲的地方，树木为了防止彼此碰撞而出现了这种现象，就说他怕昆虫哦，从这里吃一吃吃一吃就走过来，这里就被吃了。这虫是不是上来？你吃完了以后，它过不来啊，它只能在这棵树上啊，因为它只有树的树冠的遮蔽现象，就说它树跟树之间故意不要碰在一起。好，再来了哦，反应过来是什么呢？你猜下一页要讲什么？哇，下一页讲到海里了耶！哇，还有那么恐怖？你要做好，哎呀，你这样子会跌倒啊！这个海洋很有意思啊、哦。地球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海洋中的生物几乎全部灭绝。大约在2.5亿年前，地球上多达75%的物种集体灭绝，其中包括96%的海洋物种。科学家把这个地球历史上的大事件称为二叠纪大灭绝。这个大事件叫做二叠纪大灭绝。此物种是什么呢？物种就是一群彼此非常相似的生物，同一个物种的个体可以交配，繁殖出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物种是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相似的生物，他们是同一个物种的个体。好，他们就可以继续生孩子生出去，一直生，越生越多，就像这样生生生生生很多生很多。乌贼跟乌贼生，这个鱼跟这个鱼生，这个紫色的鱼跟紫色的鱼生，这样知道吗？这两个页面上共有100个生物，每一个生物代表了二叠纪大灭绝之前海洋中的1%的物种。哇，这里面有这么多物种哦，爸爸都不知道哎，好多好多，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很多很多很多。耶，这是什么啦？这是像螺一样的乌贼，哎呦，被它吸住你就被吃下去了。好，什么原因造成的大灭绝呢？小行星撞地球，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吗？储存在海底的甲烷气大量的释放吗？这些都只是几个推论，目前科学家还不清楚是以上这些推论还是有其他尚未发现的原因造成物种大灭绝。二叠纪大灭绝听起来很惨烈，但是这也是促使陆地上和海洋里出现的新物种。大约1000万年后，恐龙就出现在地球上了。这两个页面上所有灰色生物代表已经灭绝了。哇，所有灰色的都没了耶，姐姐都死光了。海洋中幸存的4%物种，现今地球上所有的海洋生物都是由这4%演变的哦。就4%，你看就是这100个里面只有这一个，这条鱼，这个贝壳，这又是一种有点像那个什么会飞的那种什么鱼啊？飞鱼。一种不是，它屁股尖尖会刺人，然后它那个身体像蝴蝶一样的叫什么？轰鱼，轰，还记得吗？轰鱼哈。好，哇，这又更多了，看看这些什么呢？我们目前所处的冰河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从地球形成以来，气候不断的在变化，海洋曾经因为熔岩而沸腾，也曾因为气候巨降而结冰，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冰河时期。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冰河时期中。本页的图表表示从46亿年前到现在地球气候的变化。哇，非常热，90度以上，炎热26度到89度，适中16度到25度，凉爽0度到15度。冰河时期，哇，0度以下，每一块代表地球历史上的1000万年。意思说，46亿年前地球刚形成的时候是一颗火球哦。你看，我们地球哦，刚开始变成地球的时候是一颗大大的火球，火山作用旺盛，非常热，非常热，非常热。35亿年前呢，第一个生命形成，微小像藻类的有机体。35年前，就像小细菌一样的有机的藻类。24亿年前呢，地球就进入长达3亿年的冰河时期。3亿年呢，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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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太久了，不知道多久。21亿年前，火山活动终于结束了的冰河时期。过来，18到8亿年前，无聊的10亿年，气候没有显著的变化，什么事都没发生，很无聊很无聊的10年。4.7亿年前，陆地上出现了植物，有一棵树长出来了。2.3亿年前，恐龙出现的，一直到6500万年前，整个恐龙都灭绝了，都死光了，就又到冰河时期。258万，我喜欢恐龙。你喜欢恐龙哦？它在2.3亿年前就出现了，258万年前。其实那时候我又没有出生。哎，大家都还没有出生，所有东西都还没有出生，这是非常非常久哎，2.3亿年前哎，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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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哎。258万年前到现在，第四纪的冰河时期从258万年前开始，持续到今天。这次的冰河时期中，地球在冰期间、冰期和间冰期之间交替循环。然而，人类的活动使地球的平均温度不断攀升，南极和北极永冻冰层也逐渐融化。好，今天讲到这里吧。好，今天。再一次，小小科学的100个地球大发现。OK， 今天念到哪里呢？我来看看看看看看看。你怎么知道？你发现了吗？这。哎呦，念到这里，好，开始喽。在地球上也能体验火星的环境，欢迎造访阿塔卡马沙漠。哇，这是一个大沙漠哎。位于南美洲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布满沙石，荒凉贫瘠，是地球上最古老也最干燥的沙漠之一，不适合人类居住。智利的环境和火星表面极为相似，令人觉得不可思议。阿塔卡马沙漠地质主要是由盐分的盐哎，盐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咸很咸的东西，很高的砂岩。古老的火成岩和干固的湖床所造成。他说：“我好像在火星上哦，因为这边都是盐分很高的砂岩。这里的环境和火星极为相似，所以科学家在这里测试最新的火星探测车。因为它的样子跟火星的地表一样，所以它的火星探测车呢就在这里实验。阿塔卡马沙漠，哦，你叫我看不到了，到底有多干燥呢？”这个区域在2000万年前就已经是一片沙漠，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没有下过雨耶，好恐怖哦，完全没下雨哦。你看它这样子，双语音，阿塔卡马沙漠两侧高耸的山漠阻挡水汽进入，形成特别干燥的区域，这种现象称为语音。好，来，这是海边哦，这边也有海，它这边的水吹过来就被这山挡住了，就雨直下到这边，干燥的空气就跑进来。然后呢，这边太平洋这边呢，风也吹过来，空气也在这边，湿的空气，云啊也到这边，就下雨了，云就是进不来，所以你看两边的干燥空气都把它遮在这里，所以这阿卡塔马沙漠干燥的不得了的不得了。这边是智利海岸山脉，这就是阿塔卡马沙漠，这里是安第斯山脉，所以两个山把它挡住，这边就像一个盆子一样，很干燥很干燥很干燥。好，如果火星上有任何生命存在，很可能是以微生物的形态存活在地表下面。这类微生物，我们昨天讲的是细菌，它现在讲的是微生物哦，是一种会活着的生物哦，在阿塔卡马沙漠的土壤中也找得到。因此，科学家在这里探测未来要在火星上使用的钻孔和采样的工具。哇，他就从这里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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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钻下去，一直钻下去，他去找有没有微生物存在。因为从这里做实验之后，就可以火箭哦，就可以登陆火星，然后就去探测火星，也是不是也有生命？好，物理的生命，在阿塔卡马沙漠的四周低空中啊，这里的沙漠好奇怪，因为它的石头啊，还有火山岩啊，还有那个叫做盐巴，像盐巴一样的东西，有盐分很高的砂岩，所以就。有这种颜色的石头，有这种石头，这都是沙哦，但是非常非常干燥，而且
很咸哦，因为它是有盐巴，就你只要嘴巴。我知道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个很厉害的机器。什么机器呢？就是我只要按一个专门下雨的机器，哎呀，马上见下雨。那真的要太感谢你了，这样子这个沙漠就会有生出很多很多的植物出来。虽然这种子可能在这里很久很久很久了，或者风吹过来的种子，因为没有下雨，所以都长不出来。但是因为小姐姐有一台机器，一按就会下雨的话，哇，这边一定会长满的很多很多很漂亮的花跟草哦。好，这就要你来发明喽。在阿塔卡马沙漠的四周，低空中常有来自太平洋的雾气。少数几种沙漠植物能够截取吸收雾里的水汽，因此可以在沙漠中存活。你看，真的被你想到了，它不是下雨哦，只是吹进来的水汽，就是水汽吹过来以后，它竟然只要靠这种水汽，它就可以在沙漠中长出来耶，厉不厉害？好，银河奇观。哦，对了，因为仙人掌是在沙漠里长。对呀，它不需要很多的水，它就可以长起来。阿塔卡马沙漠上方的夜空很干燥。而且没有空气污染，是建造天文台和观测星空的理想地点。哇，竟然在这里有盖造天文台，还有观测星空的地点。因为它这上面，它这天空上面都没有云，所以它可以看到天空上面去。我想到了，你要想到什么呢？就是呢，这里是什么东东？这里是探测火星的机器啊。这里就说，因为它的表面跟火星很像啊，所以它就很多科学家啊。就来这里探测火星，你看还钻这么深的洞，钻这么深这么深的洞，采取微生物，懂吗？嗯。可是听说这个里面其实有住生物哦。有住生物哦，哇，那等我小姐姐去发现喽。好，再来。沙子竟然会唱歌，沙子哦，沙子竟然会唱歌和吹口哨。我知道要怎么唱。我们来听听看它怎么唱，我来看它怎么唱。有些沙漠里的沙丘会发出声响，有的像吹口哨，有的像在咆哮，有的像低沉的轰隆声或呼啸声。科学家认为，沙粒会发出这种声响，是因为含有一种叫做石英的矿物。哇，沙子里面有矿物，有石英的矿物。沙粒如何发出声音呢？沙漠的风把沙子吹落沙丘。可是我想，听说我的朋友就埋在这里。啊，你的什么朋友？就是我的小水朋友，他就在里面唱歌。这样子哦，太厉害了。沙粒如何发出声音呢？沙漠风把沙子吹落到沙丘，沙粒之间互相摩擦，使内含的石英产生震动。大小和形状相似的沙粒会同样的频率震动，每秒大约有震动100次。哇，原来是这样子哦。因为风吹起来以后，那些石英呢，在互相碰撞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哦。大量的沙粒一起震动，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因为太多沙子，太多沙子一起发出声音，就有响亮的声音。大小不同的沙粒发出音调不同。摩洛哥的沙直径0.15到0.17毫米，就这么小，比米粒还小还小还小。然后它会产生音高跟低音的声 sol。阿曼的沙呢？直径0.15到0.31毫米，哇，这更大喽！发声的音高会哆瑞咪发发到瑞发瑞发哆瑞咪瑞发发到瑞之间哦，它的声音哦，沙子的歌声最远可以传到15公里远呢。大家保持安静哦，沙子在唱歌喽，大家就在这里听沙子唱歌，请保持安静。你看大家，嘘，不要出声音，我来听沙子说话。不是沙子唱歌，好，采沙大盗把我们的海滩偷走了。一种新兴的犯罪，你压到我头发，哎、我压到你头发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种新兴的犯罪正在破坏全球的海岸线，采沙大盗不断的偷走海岸上的沙子，把它们搬上卡车，偷偷的运往各地的建筑工地。每年全球有数百亿辆砂石车的砂石，被用来制造水泥和玻璃。当作新建房屋和马路的原料，不过不是每一种砂石都可以做成建材哦。沙漠中的沙粒表面太光滑，不适合做水泥。海滩和河床的砂石比较粗糙，是最适合的。你要再喝一口吗？最适合的材料，再喝一口。来，都。嗯，谢谢小姐姐。嗯，姐你注意听哦，沙漠中的沙粒。表面太光滑了，不适合做水泥。有两个地方哦，海滩
河床的砂石比较粗糙，是最适合的材料。砂石资源其实是非常稀少的岩石，贝壳和珊瑚要经过数千年才能风化成细小的沙粒，然后被河流和海水冲上岸。嗯，刚才怎么被偷走？就是沙子啊，海岸边的沙子都被人家大量的偷走啊，所以沙滩上就很看不到沙滩，就不是海就是石头了。本来是有很漂亮很漂亮的沙滩，我们走在那上面就会很舒服啊。除了水资源以外，砂石是人类使用最多的自然资源。人类对于砂石的需求量非常大，使得非法盗采业者不惜挖走整座海滩的砂石。你看，整座海滩的砂石都被挖走了，卖给有需要的建材。你看这砂石，这假是海滩哦。你看这砂石，这些人去挖挖挖，你看挖好做到哪里去？你看，全部变成盖房子或盖马路了，沙滩就不见了。好，十六，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竟然在海面下啊！海底下有瀑布，姐姐你有想到吗？想不出来。对呀，我没办法想到，因为海不是都是水吗？怎么还有瀑布呢？好，你来看哦。他这样说，位于委内瑞拉的安赫尔瀑布是陆地上高度落差最大的瀑布，不过在冰岛也太奇怪了。他说在委内瑞拉他有是陆地上的瀑布叫安赫尔瀑布，它是陆地上最高的瀑布。太奇怪了。你看哦，安赫尔瀑布为什么这里还会有云呀？对啊，它不是云，是水汽。你看安赫尔瀑布有多高？安赫尔瀑布从上面到底下有979公尺，哎，你看有多高？很高很高，哎，从这样咚，然后冲下来以后，水汽就跑起来了。那不过在冰岛与格陵兰岛之间的海底下，有一座丹麦海峡大瀑布，它的落差是安赫尔瀑布的三倍，就说这是在陆地上哦，这在很高的山上。水从这上面冲下来有979公尺，但是这在海哦，这在海底下哦。海到这里的时候，你看来自北方冰冷的海水遇到来自南方温暖的海水的时候，因为这边是冷的海水，这边是凉的海水，然后它就会咻，海水就会快速的掉下来。这是什么水？这是比较冷的水啊，这边比较温暖的水啊，两个海水，这是海，都是海，但是这边的海水是热的，这边海水是冷的，碰到之后呢，因为刚好这海底下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海沟，它就这样子咻，那水就很快速的这样冲下来，然后这样子再过来。但是海的上面是没有感觉哦，海上面没有感觉哦，但是海底下的海水会很快速冲下来。你知道这冲下来有多高吗？它是这一个海这一个瀑布的三倍高，所以你看海底下的瀑布比陆地上的瀑布还要高三倍哦。哦，我想到，你想到什么？因为呢，这个水要飘到我那个我们整个地球，嗯，飘到这里，然后这条云会送过去。是，好，你看，维多利亚瀑布，非洲上比亚和新巴威的交界处最宽的瀑布，宽度有1700公尺，好恐怖哦！这个瀑布很宽很宽哎，像智利到哪里这么远，知道吗？像智利到南社区这么远。有1700公尺宽哦，就是很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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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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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瀑布，这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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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看不到，超级大超级大。我这个怎么想？哎呦，跑下去了。然后高度落差有108公尺。那印加瀑布呢？非洲刚果水量最多的瀑布，就是说，非洲有个刚果的瀑布，它每一秒钟哦，冲下来的水是5450万公升，它冲下来。就可以像一个石门水库，好多好多的水哦。爸爸，嗯，你可以不要再浪费水吗？它这瀑布就流下来啊，不是浪费水啊，它水就一直流下来啊。你每次都泡那么久，还有石门水库水都越来越少。哦，我泡澡泡太久了，少到那么。哇，那宝宝改天泡澡要泡少一点，不然石门水库的水会不见了。对对对，小姐姐说宝宝浪费水，对，宝宝要省一点。然而，不管使用哪一种标准来比较，丹麦海峡大瀑布都是最大的瀑布。而且遥遥领先，就是丹麦这个海底的瀑布哦，不管它的水量、高度、宽度，全部都是最大最大的。因为丹麦的海底大瀑布的形成原因是来自南方和北方的海水的温度不同造成的对流。来自南方温暖的海水遇到来自北方冰冷的海水时，会咻，一个是升上来，一个是降下来，所以就变成这么高这么高的瀑布。来自北方的冰冷海水遇到南方的海水时，就会向下沉，咻，很恐怖吧？所以就形成海底的一个巨大的瀑布。它的瀑布
有多大呢？高度落差有3500公尺，它每秒的速度是6亿公升，这才5450万公升，它是6亿公升，哇，差太多太多太多了。好，咱们再念一篇就休息喽，念到这里就好。可是你昨天也没有讲故事啊。好，我在车上会讲啊。我昨天跟你讲的是两只羊的故事，你的菲菲马帮了很大的忙，他们两个都不在独木桥上面互不相让，真是的，一点礼貌都没有，都不会互相礼让一下。未来的天文学家看到北极星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同一颗哦。地球绕着一条南北贯穿的假想轴自转，这条自转的轴称为地轴，地轴所指向的恒星称为北极星。事实上，历史上的北极星并非都是同一颗。这是什么？这是天文学家，这机器人在观察。然后呢，当地球自转的时候，会像转动中的陀螺那样轻微的晃动。晃动的过程中，地轴会缓慢的绕圈运动，周期大概是啊这么久这么久，哎，25800年，哎，绕一圈哦，好远，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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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轴缓慢而均匀的变化称为岁差，这岁差，因为它移动实在太慢了。岁差的一个影响是不同时代的天文学家会观察到地轴指向不同的北极星，北极星或者天琴星也称为织女星。那北极星里面又可以有天龙星，那北极星又可以称为小熊星。你看这个天文学家，5000年前的埃及天文学家看到的是这里，姐你看到没？那现在的天文学家看到的是这里，假1200年后、12000年后，未来的天文学家看到的北极星在这里，所以这叫做岁差里面的一个地轴线的变化。OK， 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小姐姐。小小科学人100个大地球大发现。Yes， 好，我们今天念到第18个咯。如果没有月球，地球会摆荡在不稳定的气候里。即使没有岁差的影响，地轴也始终倾斜一个角度，称为地轴的斜角。从22.1到24.5度之间缓慢的变化。这多亏了来自月球的引力，不然地球会剧烈的来回摆荡。就是有一个地球，一个月亮，他们两个，地球跟月亮，它在地球是会转的，它是会慢慢的转，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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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你知道吗？转一圈就是一天哦，它跟着太阳这样转，转一圈就一天，转一圈就一天。但是呢，地球又会跟着太阳这样转，转地那个太阳一圈，那就是一年的。你知道吗？地球自己会转，这样转转转转转，然后爸爸，嗯，为什么我看着太阳，那个太阳会跟我一起呀，啊？不是，是因为我们自己它转得很慢，你没有注意啊。太阳这样对不对？地球就跟着这样转转转转转转，对，这样转转一圈，然后呢，你看到，哦，地球这是太阳对不对？你看着，这是太阳，这是地球，看不到吧？这是地球，这是太阳，这是太阳。这是太阳，这是地球，地球你看着，看着太阳、地球，然后它自己不是这样转吗？看着手，这样转转转转转一圈就一天。那地球呢？看着地球哦，地球自己这样一直转的时候，又会连着绕着太阳这样子转一圈，这样就一年了。那冷的呢？好，来先看这个。它如果月球不存在的话，月球不存在的话，地球就会震荡的很厉害。让地球陷入数千年的冰河期，就是之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整个地球就像冰天雪地这样子。好，幸运的是月球的体积大到产生足够的引力让地球保持稳定，地轴的角度倾斜维持在2度以内。就说，爸爸，小时候呢，如果我是那个，如果这个还有其他的很恐怖的都没了之后，我才是出生的。对呀，所有东西都没有很恐怖的时候，你就出生了。地球之所以，爸爸也是啊，这些都恐怖的，很热很热，热的跟火山一样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办法出生。然后冷，冷到非常非常冷，冰天雪地，什么都不会长的时候，我们也还没出生。然后后来慢慢的天气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温和，植物就长出来了，微生物就长出来了，慢慢动物也长出来了。
然后人就变出来了。爸爸，你弄到了。好，我弄到了，对不起。所以我呢，地球之所以适合生物生存，是月球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有月亮，所以我们地球才能够有生物可以生存。好，第十九个喽，你不是说一百个吗？你看我念到十九个喽，我们改天念到看到一百的时候，这本书就念完了。来，小尖不要靠近这个陷穴，陷下去的，它会释放毒气哦。在寒冷的俄罗斯东北方，有一个叫做巴塔盖卡坑的巨大陷穴，或叫巨型的什么呢？哦，我找的是巨型的崩落。哎，我找不到陷穴了。找不到什么东西？陷穴哪里？找，你找找看啊，看有找到吗？嗯，这来的就是那个。有找到什么？我要找一下陷穴。它是这样子，这大概都是平的，只有这个洞穴是陷下去的，好恐怖哦！我已经有吧。好，它能陷下去。这个陷穴陷下去就是掉下去一样。陷穴因为周围的涌动土融化而不断的陷落，因为这边太冷太冷了，冷冻土呢都是冰冻的，然后慢慢的融化，它就慢慢的陷落下去，而且地层呢会滋滋的作响，滴滴。然后并持续的释放出气体，当地的人称它是通往地狱的入口。轰隆，警告，活陷穴地表可能还会继续塌陷下去，小心哦。我知道已经坠下去了。什么东西下去？这个已经坠下去了，这还很高。对啊，它一直在向下去啊，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而且啊，这宽度有多宽？你知道吗？这宽度有一公里这么宽呢。一公里就等于现在到那个拜土地公那边，电子湖拜土地公那边这么长，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陷穴慢慢渗下去，然后深度现在已经掉到100公尺了，100公尺呢就像现在到那个叫做寿桃那边这么深的，古代的野牛和猛犸象和马的尸体完好的保持在地层中，哇！可是小。拿着小好，你看，然后这样子就刚刚好啊，就把它遮住了，对吧？遮住了哈、哦，那是书啊，真正到现场的话，它是很大很大很深的。他说，因为古代它这里因为有它慢慢的塌下去是冰冻层嘛，所以就会看到古代的野牛、猛犸象和马的尸体完好的保存在这个地层中哦，这地层里面就看得到，因为它一直陷下去，就看得到这些东西。危险，涌动土正在融化，可能会发生水患哦。陷穴的边缘继续的崩塌，它这边缘呢继续一直崩下来，一直崩下来，可能引发山崩。涌动土融化时会释放有毒的气体，请勿靠近，因为它一直动，一直移动，有声音。可以帮我念这里吗？好，可以。巴塔盖卡坑正在扩张中，它是目前世界上同类型的陷穴中最大的一座，也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就是很多人从这里旅游来看什么呢？看这个洞，第一这么大，第二它还不断的一直陷下去，它还是活的哦，就是每天都有变化的意思。好，十九念完喽，这是一个陷穴的地方会有毒气哦，这都念完了。涌动土正在融化，可能还会发生水患哦。好，涌动土融化的时候会释放出有毒的气体。好，陷穴的边缘还继续崩塌。这里说什么？我没有。再一次，涌动土融化的时候。会释放出有毒的气体，溶洞土它一直往下陷，就是溶掉的时候一直往下陷的时候，也没那么高对吗？它这么高还在继续陷呢，说不定我们现在讲话的时候又往下矮了一公分哦，它一直这样。真的？对呀，我们一直讲话的时候它就这样子呢。对呀、啊，它就一点一点啊，你看不到，你没有感觉啊，它一天就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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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一点慢慢陷下去。好，这个为什么还那么高，有些那么矮，有些那么？因为有些有石头，有些不是石头啊，有些是泥土，有些是水啊，所以水就比较矮啊，石头的地方就比较高啊。好，来我念第二十喽。第二十，你看这个良心肿呢，坟墓也可以叫做肿。我要擤鼻涕。哦，你要擤鼻涕。好，OK，来折起来。好，我继续念喽。这个良心肿是用罪恶感、懊悔和木化石堆成的化石森林公园。位于南美，用只手压着，用力，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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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再一次，好。用美国亚利桑那州，好，在美国的
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在公园的入口堆着许多有鲜明条纹或图样的石头，这些石头其实是古代树木变成的化石。哇，这看起来像石头，事实上是以前的树木倒掉死掉以后变成的化石。这座化石森林大约形成在2亿1000万年前，好恐怖哦！化石森林是两亿一千万年，这树木你看好大好大。我知道要怎么让它复活。怎么让它复活呢？就是呢，先把一个一个树冠，那个一个一个同样树冠堆起来，然后呢，那个找一个假的树的地方，把它用上去，不是用做很多，我把这些都变不见，然后呢。我请我的好朋友帮我把它叠上去，叠好了我们就变成再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森林。哦，又恢复森林的样子，好厉害啊，聪明。有些观光客偷走木化石当纪念品，后来又寄回来，一半出于懊悔，一半会带来厄运。哇，不能把这个化石带走哦，你把化石带走的话，一半是觉得好后悔哦，怎么可以把化石带走呢？另外一半是因为这个化石是有魔法的，你把它带回家会让你带来厄运哦，所以这些人赶快就寄回来。你看他这样写哦，亲爱的巡警，请你把这块石头放回去，自从我顺手牵羊把它偷走带回来以后，厄运缠身，倒霉了好久，无名氏进账。你想要抱大骨头？哎呦，在大骨头听我们在讲故事，姐姐可能也想听故事。有姐姐你不能啊，你抱棉被好了。哎，再把我的枕头脱了。好，没关系，他在那听。好了，亲爱的巡警，去年夏天我偷走了这些化石，它们很可爱，但是它们属于国家公园，我应该把它留在原地，让科学家继续研究，让更多人欣赏。我很抱歉，请原谅我，石头爱好者。然后木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个听说小飞象就住在这里。啊，谁住在这里？小飞象就住在这里。哇，在一起生活。哦，好厉害，好幸福哦，天天都可以跟化石森林的木化石在一起。好，木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段木头在数百万年前被埋进土里，富含矿物质的地下水流过这里，矿物质逐渐的填满木头内部的空隙，形成具有木头外形的化石。哇，好特别哦，因为木头倒了埋在土里，结果呢这底下是有水的，地下水就流过这些木头，把矿物质慢慢慢慢的聚集在这里，结果整个的空隙就被填满了，所以呢就形成木头外面的化石。好，这是年轮还在哦，一圈一圈的年轮还在。另外一个良心种，国家公园的巡警把寄回来的木化石堆在一起，就称为良心种。种呢，假如是以你埋尸体，就是我们人的种，假如是埋的是恐龙，就恐龙的种，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死了放在一起，那就叫种，这样知道吗？哦，良心种提起人们保护地球的自然奇观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良知，就说要保护地球的自然奇观哦，要大家凭良心的意思。 OK， 好，二十已经结束了，要往二十几了。二十一，哎，对呀，二一，你看我们一百个，二二，好，我们今天把二一、二二都讲完。二一，大地震让地球像钟一样的嗡嗡作响。当地球发生强烈地震时，震动产生的声波从地球内部传到大气层，这种声波的频率太低，人类的耳朵无法察觉，但是可以被循环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侦测到。地震产生的声波叫做次声波。那时候我有听到一点点这个声音。你是地震的时候，你也有听到哦？对，我有。那时候大地震的时候，我有听到这一点点的声音。我也有听到声音，所以我们大家就往外跑，你还记得吗？地震产生的声波叫做次声波。次声波从地球内部，就是地球的最内部，因为地震了，它从最内部开始往外传，使大气层产生震动。人造卫星侦测到的实际上是大气的震动。就说它地震的时候，这些大气会震动哦，气体是会震动的，所以那个人造卫星就可以侦测得到。第一次从太空侦测到的地震是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科学家追踪次声波，可以精准的定位出震源的位置，使救灾团队能快速前往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就说次声波呢，用人造卫星就可以侦测到。而且还知道它确切的地点在哪里发生的。OK， 21讲完了，到22。
我看到有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你没有发现这个吗？这就是声波啊，它就是从这里开始慢慢扩到整个大气层里面去啊。对啊，这样扩大，对，扩大那么大。对啊，扩大这么大，然后那个我可以再大哦。你可以再大吗？你长大一点，你的手就可以再大，然后就会被那么大，就会被人造卫星都在天空上被侦测到说有地震，有地震，小姐姐你快跑 ，Emily， 快躲起来，快躲起来，知道吗？好。我们第22喽，爸爸，你看，哇，变这么大，这么大，真的是好大、哦。好，焦热岩是由垃圾组成的新型岩石。过去20多年以来，地球上出现了一种新型岩石，这种称为焦热岩的岩石，是由融化的塑胶废弃物和沙子、贝壳、小石子的混合而成。你看哦。几百个无法分解的塑胶碎片全部被聚集在一起了，塑胶的叉子也在这边，还有瓶盖也在这边。哇，塑胶神！就当人们在布满塑胶废弃物的海滩上露营生活时，就可能产生焦热源。萤火融化了埋在沙里的塑胶物，形成具有粘性的岩块，几个世纪都不会分解。人类不能乱丢，它这几个世纪都不会分解掉。以下还有几种人类意外造成的新物质。玻璃石是一种含有微量放射性物质的绿色玻璃，由石英砂和长石组成。它是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进行核弹试爆后所产生的新物质。氯锡矿是锡暴露在海水中所形成的一种矿物。如果沉船的残骸中有锡制的罐头，就可能发现氯锡矿。哇，原来罐头是锡做的，在海里面一直泡水，最后也会变成氯锡矿哦。战砂是由细小的铁屑、不锈钢、玻璃颗粒混合而成的沙子。1944年，法国诺曼底登陆上发生战役，战场上残留的子弹和炸弹碎屑哦，就是战砂的来源。战砂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铁砂、铁屑，就是因为战争哦，发射的子弹才会产生这样。好 ，OK， 我们今天已经念到第22了，23，明天再念吧。来，我们把你的那个呢？不知道啊，东西怎么不见了？我们怎么知道明天念在哪里呢？小姐姐，我又要请那个来帮忙喽。我现在要请长颈鹿朋友来帮忙，长颈鹿朋友，我来帮忙吧。不行，他录。为什么在地球的某些角落重力会比较小呢？好，地球的重力是地球本身质量所产生的引力，也是我们能持续转在地球地上的原因。地球的引力，所以我们才可以站在上面。假如没有引力的话，我们就倒了。因为有引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站起来。然而，在地球上不同的地点会测到不同的重力。科学家发现，在加拿大的哈德逊湾地区测到的重力比加拿大其他地方都要弱，原因如下，就说那个地方哦，站在那里是比较容易跌倒的哦。大约20000年前，巨大的劳伦德冰层覆盖了哈德逊湾及其邻近地区。哦，这哈德逊湾在这里，这全部都是冰层，都是变冰的哦。哈德逊湾上面的冰层实在太重了，压迫下方的岩层，把它们向两旁推挤。哦，这个冰层实在是太大太重了，就压，就把这两边的泥土呢往两旁边推挤，导致这里的岩层变薄，较薄的岩层表示质量也较小，因此产生的重力也就比较小。你看这样被压得扁扁的，这就是哈德逊湾附近的重力比加拿大其他地区咬的小的原因。实际情形不像图上画的差异这么大。哇，姐，你看，它这样叮咚叮咚就跳，就飞这么高哎，你听得懂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在地上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人是不是可以站在地上，是不是被吸住？因为重力嘛。但是因为这边的重力比较小，所以你轻轻一跳，轻轻一弹，你看它走路轻轻一弹就弹起来了，轻轻一弹就弹起来，轻轻一弹就弹起来，人也弹起来，麋鹿也弹起来，就是这样。哈德逊湾下方的岩层正在慢慢的累积，5000年以后。
这里的重力也会慢慢的变大哦，就是它这里的这里的岩层也慢慢的变厚，当5000年之后，这边就会像这样，不是这样跳起来的，它还跟这样一样，他故意把它画得这么严重。好，27结束了哦，过来28，外星人来了，在印度下红雨，怎么回事啊？下红色的雨耶，姐姐，你想象得到吗？雨是红色的，水是红色的。2001年7月到9月，印度的克拉拉邦降下了红色的雨滴，街上的洪水泛滥，连晒衣杆上的衣服都被染成红色。科学家对红色降雨的原因议论纷纷，多年后终于找出原因。2001年7月，我认为这是陨石爆炸后散落的红色尘埃和雨水混合产生的。2001年11月的时候呢，我不同意。透过显微镜，我看到雨水里有孢子，这些细小的孢子会长成称为藻类的有机体。哦，这样子哦。好，2003年呢，我认为红色的孢子很可能来自其他行星，它们是外星生物存在的证明。哦，外星的存在来的东西哦。2015年就说别胡说了。雨水里的红色藻类孢子和在奥地利发现的物种是一模一样的。最可信的解释是，红色藻类孢子从欧洲被风一路吹到克拉拉邦，然后和雨水结合，变成红色的雨落到地面。这红色的藻孢类就是像一个小海藻一样的东西飞到天空上去，你看下下来的雨全部变红色的。为什么？因为有一种孢子啊，孢子就是海藻，像海藻里面的种子，像藻类的种子飞，被大风一吹吹到天空上去，跟天上的云结合在一起，下下来的雨就变红色的了。讲清楚吗？ OK， 好，我们讲第三个咯。29，我们正处在地球的第四昼的第三代，第12纪，第34，第99期。你看地球现在的年龄大约是40亿6岁。40亿6岁是多久？多久啊？小姐姐现在才5岁，她40亿6岁，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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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数不出的岁。为了理解这一段悠久的地质历史，地球科学家把这40亿6年、46亿年分成四个昼，前三昼各是10亿年。我们目前处在显生昼的新生代的第四纪的前新世的梅加拉雅奇，他说我们现在是第四纪的全新世的梅加拉雅奇。看图下哦，这一个世纪是一群愤怒的泰塔角龙，快把时光机器切到我们的生活时代吧。他就说时光机器去那个年代看那些好多好多的恐龙，就有一群愤怒的泰塔角龙快要把时光机器冲坏掉了。这是玻璃，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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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是小时候的事，那是很小很小时候的事啊。小时候我还没出生的事，真的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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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事。好，你看，昼是显生昼、远古昼、太古昼，然后代呢是新生代、中生代、古生代，纪呢是古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我正在处理中，抓紧哦。他又在想要那个切换时光机器哦。他这是29古新世，28晚白魁世，27早白魁世，奇第几奇咯？75麦斯特里希特奇，74坎培尼奇，73三唐尼奇。你看他这样切一切，这在恐龙时代一切就回到现在这个时候了，这就是我们的现代了。终于到家了，他一切跑到恐龙那边，所以他说我终于到家了。这一个就说我又回到21世纪，现在我们的世纪就叫21世纪。姐姐这样知道吗？为什么这里要到21世纪？因为他一个世纪从1世纪、2世纪、3世纪、4世纪，1世纪、1世纪一直过掉啊。现在我们已经到21世纪了。 OK， 这边要念吗？这边要念吗？它叫昼，四显生昼，三远古昼，二太古昼，代三新生代，二中生代，一中生代，纪12第四纪，11第新第三纪，第10古第三纪，世34全新世，33更新世，32上新世，
奇。爸爸，九十九好像我跟我老爸念的。啊？可是我们去拜那个跟阿拉爸告别式的时候。哦，告别式念的啊。奇九十九，梅加拉雅奇九十八，诺斯格瑞比奇九十七，格林兰奇。哦，就像这样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念，是不是有点像公鸡的时候念的？嗯，爸爸，我想再讲那个再说一次，我想再录一次，再讲这个好了。好，第三十哦，菲律宾的火神点是一座岛上的狐狸，一座岛上的狐狸的岛上的狐狸的岛。哇，这怎么这么复杂啊？他这样说，你看哦，他最后一听哦，一座岛上，你看看很特别哦，你看这个真的很特别哦。他说，哎，你坐到椅子了呀？啊？哎呦，好好笑哦，怎么椅子跑掉了呢？大骨灰跑掉了。他说这样，你注意听哦，他想讲的是这样，这个名字很好玩哦，一座岛上的狐狸的岛上的岛，好不好玩？在说什么？这是一座岛啊，这都是海啊。一座岛上的狐狸哦，没有，对不起，这是里哦。一座岛上的狐狸的岛上的狐狸的岛，就说，你看这是一个岛哦，然后这是一个湖，然后又有一个岛，岛上面又有一个湖，然后上面才是一个岛，好笑吧？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火神点是位在主火山口的湖中央的一座小岛，这个湖的直径只有2公里，这个岛很小很小。这么小，这岛是很小的岛。嗯，再来，再来，我的鼻子都是流出来了。这个实在太有意思了。菲律宾的火神点，这就叫火神点，就是火山喷发出来的一个小岛哦，最后沉积成的一个小岛。但是它很特别哦，它是这是一个岛，这都是陆地，这是一个湖，一个岛上的湖里的岛上的湖里的一个小岛，特不特别？这里是吗？这里是叫做菲律宾的火神点，它叫在菲律宾的火神点。火神点是位在主火口湖，在主火口湖，这叫主火口，这个湖叫做主火口湖，这里是火神点，这中央的一座小岛，这个岛直径只有2公里，2公里有多远呢？就是这里到南蛇旗就是阿西纳巴加那里这么远。主火口是1910年阿塔火山喷发后形成的主火口湖。哇，1911年呢，阿塔火山喷发的时候变成一个湖在这里，很特别吧？爸爸，可是呢，这都是我们很久以前的事情。对呀，1911年的事啊。阿塔火山岛位在塔尔湖之中，阿塔火山岛在这个湖之中。好，火神点主的塔尔火山岛，塔尔湖是一座火口湖。它是火山喷出来的湖，这个火口湖距今已经10万到50万年前。我发觉了。你发觉什么？那个火山，那个火是红色的，所以那个雨就是从这个海边上流到这个里边来的。对，这样子吗？但是这是雨耶，但这火山是很热很热很烫，烫会烫死人的耶。所以，其实它已经被，因为它是很古老的时候的事。所以现在已经被消灭了，真的、哦。现在已经很凉了。你要这样想，好像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变凉了以后就不是红色的啦，是不是？变凉就不会变红色啦。塔尔湖是一座火口湖，这个火山口距今有10万到50万年前呢。这个火山口，吕宋岛上的一座火山喷发所形成，你看喷发出这么大的一个湖。吕宋岛是菲律宾最大的一座岛，这个岛叫吕宋岛，菲律宾最大的岛，这菲律宾群岛，太平洋，这是从这里再上来，这里就是台湾了耶。OK， 第三十念完喽。好，我100个地球大发现。好，今天是讲到31哦，红色精灵。
形状像水母的一种闪电，云层里的细小冰晶互相摩擦，这样子我不舒服，会产生静电、张正电和张正电荷和负电荷之间，电位差到一定程度，就会释放能量，形成闪电。但是高空中有一种罕见的红色闪电，它能放电发光的原因和一般闪电不大一样哦。1989年，美国太空梭上的相机拍摄到高空中的红色巨大闪光，人们根据闪光的形状叫它红色精灵。哇，很特别哦！你看哦，根据拍到的影像，有水母、萝卜和柱状等几种形状。红色精灵的大小可以达到50公里的宽度，哎，50公里，50公里很远很远哎，这里到台北这么远哎，你看那闪电有多大，有没有很大？嘣一声，从这里到台北这么远哎。红色精灵出现在雷雨云上方的高空，而不是在云里形成的。科学家还不清楚这种闪电形成的原因，但是它们十分罕见，就像精灵一样难以捉摸，所以不容易掌握。罕见的闪电和打雷现象还有以下几种哦，好好笑哦，叫脏雷暴哎，看起来好脏哦。火山喷发时，火山灰与火山尘互相摩擦形成的闪电哦，原来是火山爆发形成的闪电，所以叫脏雷暴，因为灰尘很多很脏。然后一种雪雷暴，冬天很少出现雷雨，不过刮暴风雪时，雪花在云里面旋转碰撞，就可能产生雷雪暴哦，雷打雷跟雪的嘣的雷雪暴。还有一个叫火暴，森林大火产生了巨大的烟灰云，烟灰中的微粒互相摩擦形成闪电，啪啪啪。还有一种闪电叫做核闪电，核能爆炸时周围的大气压力发生巨大改变，可能因此形成闪电。核能爆炸时也会导致降雨哦，然后火爆的闪电可能引发更多的火苗，让火势不易控制，火爆闪电很恐怖吧。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了。32，大气层的破洞会自行重新填满吗？臭氧层是指地球的大气层中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区域，能吸收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紫外线，保护地表的生物。但是因为空气污染，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变得十分稀薄，像是破了一个大洞。后来科学家发现这个洞渐渐有了一些改变，这个臭氧层破洞在1980年代发现。科学家认为冷气和冰箱的冷媒以及喷雾罐内使用的化学物质氟氯碳化物会导致臭氧分解，让这个破洞以惊人的速度扩大。1989年起，世界各国陆续禁止使用氟氯碳化物。后来科学家发现这个臭氧层破洞不再继续扩大，甚至有缩小的趋势。禁用氟氯碳化物的蒙特罗议定书是目前为止执行效果最好的一项全球性环保公约哦。不然臭氧层一直破掉的话，我们就会被太阳晒得非常热非常热，皮肤就会发生叫做皮肤癌哦。小小科学人，小小科学人，100个地球大发现。打开33，表面上毫无生机的冰河，实际上充满了小生物。冰河看起来冰冻、荒凉、毫无生机，其实冰河上有一种，冰河上有一个球球，像老鼠般大小的苔藓，里面住着数千种微生物。这种称为冰河属的生物群集，随着风在冰原上翻滚，自成生机勃勃的小天地。对冰河属里的房客来说，这个柔软潮湿的苔藓球就像豪华饭店一样舒适。现在的外面的气温是零度哦，姐，你看这个零度啊，很冷很冷啊。它这冰河属就长这样，它就这样这么大，就这么大。苔藓植物哈，
但是它的里面很温暖哦，它有二到十度 C 耶。姐姐，你看到、哦？我们现在又没在录，我们现在录声音呢。你看到一个人？冰河鼠是怎么形成的呢？那爸爸不讲了哦。冰河鼠是怎么形成的呢？苔藓附着冰河的卵石或碎屑上，然后沿着冰河表面滚动。逐渐生长，如果冰河鼠碰在一块，里面的生物就可以换到另外一个冰河鼠里面生活，好特别哦！姐姐，你看，是在冰河那边哦，外面是很冷很冷的外面哦。什么时候才听这个？待会儿就去。今天应该可以听。好，待会我们就听。你看它这里面有这样子哦，它里面有水，有小石头，而且这里面还有食物哦，还可以睡觉的地方。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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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物有200只。慢慢的爬，慢慢的爬。哎，我现在数数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剩下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这里。然后呢，它有1000只线虫，有70只弹尾虫。很特别的是，这个外这哦，就叫冰河鼠，对不对？它外面是不是很冷、很冷、很冷？但是在里面呢，竟然可以有2到10度 C 耶。是很温暖的，很特别吧？2到10度 C。对，这两个这么小小的冰河鼠的球呢，它碰在一起的时候，它这两边的生物就会互换哦，它就有些会跑过来，有些又会跑过来，很特别吧？嗯。小小科学家100个地大大球的发现，地球大发现，好。地球上的每棵树记录着核子弹的发展史。1945年，历史上第一枚核子弹被引爆。从那一年开始，全球科学家竞相发展更新型、更具杀伤力的核子弹，而他们的成果都记录在地球的每棵树上。1950年到1960年代，科学家在世界各地试爆了数百枚核子弹。他们大都选择没有人烟的空地来试爆。核子弹试爆后，释放出大量的微中子和地球的大气层作用，产生具有放射性的碳同位素碳14。碳14在地球上到处散布，树木会从大气中吸收碳14，并储存在树干里。引爆核子弹之前，哇，原来是这样，碳14含量。人类的肉眼是看不见树干里的碳14的，但是科学家采集1950年代生长的树木进行测试，发现它们的碳14含量急剧增加。1960年代后，核子弹试爆的频率趋缓，树干中的碳14含量才慢慢的下降下来。哇，这都是碳14含的量，好糟糕，人类都这样子。小小科学家100个地球大发现。念书的时候要正经念，好了。一群狼竟然改变了一条河道。美国猎人为了保护农地和牲畜，把狼群赶出美国的黄石公园。这不仅影响了黄石公园的野生动物生态，也改变了它的地貌。1922年，黄石公园的麋鹿失去了天敌，它们的数量急剧增加。哇，麋鹿变得好多哦。你看，我数数看有几只？这里啦，这到处都是麋鹿啊！1234567891011121213141415。这两条算过吗？不知道。好，16。OK。17。好，还有白杨树，你看。大量的麋鹿啃食白杨树的叶子，使白杨树的数量减少，土壤失去树根的固定。好，你知道在哪吗？待会儿你看，土壤失去树根的固定，水土保持力下降，导致河道崩堤，河道变得越来越蜿蜒。哇！1950年，黄石公园麋鹿数量增加到20000只，许多白杨树在长成大树之前就死亡了。保育人士重新把狼群引入黄石公园。狼群开始捕杀麋鹿。2000年的黄石公园，狼的数量增加到120匹。麋鹿为了躲避狼群的攻击，会避开河谷。河岸附近的白杨数量逐渐增加，树根让土壤再度稳固，河
河床坍塌的现象就因此减少，河道也逐渐变得笔直。迄今的黄石公园园区内有11群大约450匹狼，麋鹿的数量减少到仅剩下大约7500只，白杨树增加了，为其他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兔子、狐狸、河狸。我喜欢这种。这种狐狸漂亮哈、哦，熊。黄石公园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一群相互影响生物和它们生存环境的总称。生态系中任何一种族群的改变，在这个案例里是狼，将会影响其他族群。你看，这里没有狼的时候，人类把狼全部赶走的时候，惨了，整个黄石公园因为都没有狼啦、啊，这些麋鹿就长得特别特别的多，就把旁边的树全部吃光了。结果这河流就变成这样，弯弯曲曲的，而且这旁边的树全都死被吃光了。然后1955年的时候，麋鹿变成两万只，很多很多的麋鹿，结果很多的白杨树全部都死光了。都死光了。什么是白杨树？就是一种树木，它名字叫白杨树。是什么？它这样举例，这样，这叫白杨树啊，这种。我试试看。你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好了，好，我跟你讲，你看这边树都快没了，这边树更少。后来把狼引进来之后，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看这树变这么多，河流也变得很直了。31根。对啊，31根。好 ，OK， 讲完了。科学的100个地球大发现。小小科学人100地球大发现。今天讲100个了。好，100个。今天讲到哪里了呢？41。为什么你在山上说的话，海里的潜水艇也听得到？哇，会回音哦 ，Hello， 无声无息。一般在无线电波在海水中是无法传得很远的，所以一旦潜水艇潜入海里，就会断绝大部分通讯。潜水艇哦，只要到海里，因为海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传得很远，所以大部分断绝通讯。要脱掉。好，1950年代，工程师突发奇想，无线电波可以在水中传播了耶。哇，1950年就有这种事情哎！他们在山上架设巨型的无线电发射网，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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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之间用电缆来连接，长达数公里。这些电缆会输送并放大一种特低频的 VLF 无线电波，可以把电波传得很远很远的距离。特低频的无线电波在大气层内。以锯齿形的形式，就是锯齿这样绕着地球传送，然后哔哔哔哔哔哔，谁收到了？不知道。这是谁？这叫什么？潜水艇。对，潜水艇收到了。重要的是，特低的无线电波可以穿透海水，抵达40公尺深的海洋，和深海里的潜水艇互通讯息。哇，它可以伸到这么深、这么深、这么深，然后给潜水艇在底下都听得到。有了特低频。波讯号清楚又大声，就是这叫做潜水艇为什么在水底下也听得到呢？它的就是因为透过一个叫做特低频，它会这样哦，锯齿状，这样咚咚咚咚咚，很好玩吧？好，爸爸，我看一下最后一个也是有数，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100啊，100个就是什么？看一下，99。100，哇，100是地球的生命。好，最后再来讲到它。好，过来第42，特低频波形成的太空屏障保护着地球上的生命。地球的外围存着一条由带电粒子组成的辐射带，科学家他们称为范艾伦带。他们还发现范艾伦带离地球越来越远。哇，范艾伦带在这里，外面这个就叫范艾伦带。好，这个你看像锯齿波特低频就这样叮咚叮咚叮咚，好像画星星哦。嗯，好，到这里就是我可以画。放轻松。好，我知道了，这叫探测仪哦，特低频波就是这个。等一下，是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哦。好，这太空屏障就是这样，旁边围着叫范艾伦带。科学家发现特低频波会和范艾伦带着的带电粒子相互作用，在地球外围，它有一个带电粒子在这边相互作用，就会在地球外围形成一道屏障，像一个大泡泡一样，这么大的泡泡，把地球包起来，并把范艾伦带往上推，
的环境，因此地球的磁场，等一下我看第三十三页哦，和太空屏障所保护着地球上的生命。三十三页，我看一下它的屏障波是什么呢？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咚咚咚咚咚，这是磁场，有没有？这就是磁场。OK， 好，第四十二讲完喽。小小科学一百个地球大发现，你不要，你不行再讲，这样因为这个好听，这声音就很好听了、哦。这个声音很好听哦，你的声音比较好听，还是爸爸声音比较好听？我的，你的声音比较好听呢、啊。哇，因为你是小孩子嘛，所以你讲声音这么好听。对，因为我把声音换了，我小小。你不觉得？你不觉得我声音这样子就比较好听？我也觉得你讲的说话声音真的很好听的。四十三，雪脊、万年雪、碎冰晶，其实都是雪和冰，只是形态不同。雪和冰都是水凝固所组成的物质，不过阳光、风、气温和压力等因素，会让它们形成不同形状和特性，也有各有不同的名字。下面这个拼字游戏全都是由形容雪和冰的英文字所组成的，请根据编号对中文的名字名称和哦，待会好像跑掉了，好像对中文的英文名字和名称，你看说明认识这些形形色色的雪和冰。它这样子横排，冰中湖被海上浮冰所包围，天然形成的开放水域。冰壳由海冰形成的具有弹性的冰层，至少有10公分厚。冰柱在高海拔地区出现的一种积雪，看起来像一片紧密排列的刀刃和尖塔。第九，锚冰，在水面下的冰柱下方固定在海底或湖底。哇，好深好深哦。冰峰，在冰河破裂处形成的孤立冰块，孤立起来的像山一样。风切雪，一层结实的风吹雪，通常出现在背风的地方，就会把雪变成一片一片的感觉。然后直排伞，由过冷的水凝固在雪花上所形成的球状固体。三，冰河湖穴，雪水哦，沿着冰河裂缝渗入，逐渐的形成水井一样的坑洞。万年雪，一年以上的粒状雪，但还没有挤压成冰。然后呢，脆冰晶，急速变冷的河水里形成松散悬浮的冰晶，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哦。然后是雪球藻，外形像球藻的小雪球，随风滚过来到南极的冰原，风好大好大，就把它吹到这边来。那雪岩，被风吹来的雪堆在山脊上，形成像屋檐一样的结构。哦，雪岩、雪脊，风在广阔的雪地上侵蚀了一片坡纹状的结构。第十三哦，泛滥冰层，一层大面积厚厚的冰块，通常是地下水涌出地面后冻结而成的。哦，这上面是冰块哦，姐姐，这上面是冰块哦，地下水从这里咻破一个洞就涌上来了。然后很快，外面太冷了，马上就结冰，那个冰叫做泛滥冰层。好，我们先讲第四十四咯。四十四，地球上最难抵达的地方，竟然是离太空比较近，离陆地也比较远的地方。啊，地球上最难抵达的地方竟然是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在哪里。这里吧。好，我们看看，地球上最难抵达的地方在太平洋上，地理学上称之为南进冰极。耶，被我答对。好，我来看看。南进冰极又叫做无人点，真的叫无人点呢。这里是地球上距离陆地最遥远的地方，就说它到这边也是最远，到这边也是最远，到这边也是到最远，到台湾也是最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哦。然后理论上太空是从离地表100公里的高空开始算起，然而距离无人点最近的陆地却在2688公里之外，好远哦。要到这无人点要开2688公里，很远很远很远。这是南美洲，这是亚洲，这是南极洲，然后国际太空站哦，这样子。一般来说，最靠近无人点的人类是在国际太空站上的太空人，因为国际太空站每天都绕行地球16次，当它通过无人点正上方时，它的距离只有408公里，所以这个太空人距离他的在天空上哦，距离他是最近的。
但是假如从这里哦，或这里哦，或这里哦，任何地方到这里，竟然要2688公里，超级远的耶！小小科学人100个地球大发现。哦，小姐姐的声音越来越好听了。45，1600颗气球，让天气预报更准确，在空中测量天气因子，会得到比较准确的资料。气象专家每天在全球800个气象站释放碳空气球，每天释放2次，追踪大气的变动状态，同时也预测接下来的天气。啪！碳空气球升空后，悬吊在气球下方的仪器会向地面的气象站发送数据资料。碳空气球最高可以升到海拔40公里的高空，然后爆破，啪！传送的资料有湿度与气温、臭氧层高度与空气污染的指数、风速和风向、气压，然后呢，这些数据资料会让气象专家做出更准确的天气预测。好厉害哦！它将放上去到40公里的高空的时候就。嘣，就像这样，嘣，然后就爆破掉，资料就进来了。对对对，啪，哎，你知不知道？啪啪，是啊，就是这样。好，46，海啸纪念碑提醒我们，灾难可能再度到来。海啸是由地震引发的巨浪，有强大的破坏力。历史上，日本遭受过许多次严重的海啸。当地人在海啸侵袭过的沿海地带设立海啸纪念碑，除了纪念遇难的同胞，也提醒后代海啸的可怕。当海啸来袭，巨浪冲向陆地，淹没前方的船只、房屋，甚至整个城镇。海啸纪念碑通常设立在当时海浪淹没陆地的最高点。碑文警告世人，即使满地残骸已经清理，破坏的痕迹已经消失，但危机仍然存在。海啸曾经席卷到这里的高度哦，请不要把家园盖在这个高度以下，就说这个以下全部都是会被海啸卷走的。日本各地散布着数百座海啸纪念碑，你看，哇，到处都海啸纪念碑。你没有讲这堆，我没有听到。好。历史最悠久的纪念碑设立在600多年前，纪念碑哦，那他就说，海啸曾经席卷到这个高度，请不要把家园盖在这个高度以下，就说这海啸来了，从这里海啸，你看这海啸来了，看到没有？哦，这个以下的房子全部都被卷走了，所以他海啸纪念碑呢就盖在这里，就告诉你说，盖在这边呢，然后就说海啸，你看这些人哦，房子全部都被卷走了，所以他告诉你说这个以下的地方。都不要再盖房子了，不然你在这个高度，海啸冲去，轰，咻，就被全部被带走了。好，海啸纪念碑，海啸的威胁，这样子。对，然后你看，全部都变成废墟的，全部都变乱七八糟，人全部被卷到海里面去，被鲨鱼吃掉了。哦，糟糕，糟糕哈！海啸的威胁不会消失。目前日本利用海洋观测浮标和人造卫星来加强海啸的预警功能。希望和海啸纪念碑一样，可以减少受害的人。47，北极狐竟然是出色的园艺师。靠近北极圈的地表，土地终年冰冻，所以几乎寸草不生。但是在这片贫瘠的平原上，点缀着几个充满生机的小花园，这其实是北极狐的窝。北极狐的巢穴位于地下，由北极狐的粪便、尿液和猎物的残骸作为养分，所以巢穴的周围土壤非常肥沃。这些养分孕育了许多植物，于是四周的食草动物和食腐动物都会聚集过来。嗨，花园的主人，嘿，驯鹿你好。驯鹿跟北极狐打招呼。北极狐的房子，因为他住在这里面，住在里面，你知道吗？他住在里面，你看到没有？北极狐住在里面，他有吃鸟蛋，什么都吃，什么都吃，什么都吃。结果他不是会出来便便吗？便便，这些便便呢，就
让这个土地很肥沃，就是很有营养，这些花都长起来都变得好漂亮。因为都很多草很漂亮，以后呢，这吃草的动物就来了，因为有草可以吃啊。挖掘新的巢穴非常费力，所以北极狐通常是利用现有的洞穴筑巢，有时还会占用其他动物，例如地松鼠挖好的洞穴。北极狐的巢穴能使用超过100年，狐狸们一代接着一代努力维护他们的家园。哇，这里狐狸住在这里住100年了，姐姐，你看它路这样好多路啊！这有一间房间，北极狐每年生6到10只小狐狸。这是它的人的房间。对，它小朋友的房间，你看这么多小朋友可以生十只。这是客厅。对，在玩的客厅。北极圈附近就是永冻土，地面几乎是终年不会融化的。这里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它们皮毛，北极狐的皮毛很长啊。北极狐皮毛又长又厚，可以抵挡70度的低温。白色的长毛在雪地里是很好的伪装。它北极狐是白色的，它只要在雪地里面看不出是雪还是狐狸耶。然后它的身体的毛这么长，可以抵御70度的低温。北极狐的巢穴就像一座隧道似的迷宫。它们还有楼梯耶。对啊，你刚才就没有发现。就像这个小楼梯，这样等等等等等。哎，对了，这个是连。对呀、啊，连上去啊。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大门，然后这样，你看它的大门是面向阳光哦，进来的时候阳光照进来，这里面会很温暖。好，海藻、昆虫、莓果，他们爱吃的东西，田鼠他也喜欢吃，还有鹅哦，什么鹅啊，天鹅吗？鼠鼠也是他爱吃的，就是老鼠哦，然后鸟蛋，所以北极狐吃的食物是这些。OK。啊，它外面上厕所，到处上厕所，到处上厕所，到处上厕所，所以它的四周围都长满了。我叔叔看那个小企鹅，如果有很多个的话，表示那个他们常常去上厕所。好，你数。来数一，小小科学家100个，地球大大发现线。好，现在开始喽。哎，不是在这里。这里。这里了，小姐，这里都还没讲过哎。这里又讲过了。哦，又讲过了。我找到底是哪一页？这页。哦，好。48，南极洲曾经是一片森林，今日的南极洲被冰雪覆盖，一片荒凉。但是地底的化石证实，1亿年前南极洲是一片茂盛的森林，植物需要阳光才能生长。但南极地区一年有好几个月处于永夜，缺乏光线，因此科学家对于当时的植物生存的机制非常好奇。植物吸收阳光，透过光合作用来产生能量，但是在永夜的期间，南极洲几乎是没有阳光的啊，整天都是黑的。啊，1年前的南极洲，哇，是这么茂密的森林，也有湖泊。也有树木哎，科学家猜测，这些植物在夏天的永昼期间，趁1天24小时都有阳光的时候，储存了大量的能量，储存的能量让植物度过黑暗的冬季。他们在猜想，因为他们有几天是整天都是阳光，都没有黑夜的，但呢有几天呢都是天天都是黑麻麻的，就是没有白天，所以呢。科学家猜想，这些植物呢是在有阳光的时候呢，拼命的吸收阳光，然后长得很大很大。到有阳光的时候，没有阳光的时候呢，它就好像冬眠一样，像北极像熊一样冬眠在休息。好，喜马拉雅山抬升后，南极开始结冰了，看不到字。大约在34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移动，与欧亚板块碰撞，造成喜马拉雅山往上抬升，并引起一连串惊人的改变。3400万年前的南亚板块互相推挤，造成喜马拉雅山推升，就说这两个互相撞上去以后，喜马拉雅山就咚变这么高。你看，越来越多的岩石附着在那这个是海呀，这样子的吗？对呀，这是海呀，这都是海底啊，这也是海哦。它这是山嘛，它两边蹦撞到以后啊，这不是海了，这是陆地，海撞过来，它就把它挤上去了。你看，越来越多的岩石暴露在风雨中，与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发生化学作用。啊，再来，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可以把热能保留在地球的大气层里，抬升之前、抬升之后，哇，抬升之前都很多都是海洋，你看这边抬升之后就变这样了。然后热 CO2 热能，但是岩石不断的吸收二氧化碳，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少，热能不断的溢出大气层，结果地球的平均温度降到8°C， 哇，变太冷了，所以进入冰河时期。我不知道你是讲这个，我讲这里。可是我想要问笔记。好，降到8°C， 进入冰河时期。喜马拉雅山约3000公里，你看这两边这样一挤，它这喜马拉雅山跟这里哦，13000公里，不是3000公里哦，13000公里，非常非常远。这样子就好了。很远很远，所以带我过去就走。对呀、啊。够了。你以为只是圣诞老公公吗？他那个那什么迷路的车子超快的，咻！我这个比那个，我会买的，按了，就飞过去了。你看，南极洲严重的降温，在此覆盖在一层永冻层的冰层之下。哦，好嘞，看翻过来，钻石的超音速之力。钻石在地底至少150公里的深处形成。钻石是怎么跑到地表层的呢？怎么被人类挖掘的呢？答案是钻石随着岩浆。你看，哦，钻石是这样子来的、哦。钻石是随着岩浆从地底含往上喷发，在火山管中超音速的前进，穿透了地壳，抵达地表。融化的岩石，也就是岩浆，向上喷发，冲破地壳，形成火山管。不管这种喷发极为罕见。像什么？擦鼻涕。哦哦哦哦哦！好。第四，当岩浆往地表上升时，其中的水与二氧化碳因压力变小而膨胀，由液态会变为气态，推动熔岩像酒瓶的木塞一样喷出去，就像酒瓶的木塞这样。嘣，就发射出去了。岩浆喷发之后呢，冷却形成的角砾云母橄榄岩，只要开采到这种岩石，就可能找到一起被带到地表上的钻石。好厉害哦，角砾云母橄榄岩。岩浆接近地表时，喷发速度达到超音速，比声波传送的速度还要快。吓死人了，怎么这么快啊？厉害吧？哦，太多了，太多了哈！我可以念了吗？由钻石打造的小镇，林肯建筑发现镇上中世纪的建筑墙壁上布满细小而闪亮的钻石。1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哇，有1500个，好多哦！啊，你看，刚好这1500万年前，1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冲击产生的压力和高温，使当地的岩石里碳变成了细小的钻石。小行星撞击出一个直径约24公里的陨石坑，太厉害了！而布满了钻石的岩石，后来被使用在纳德林肯镇的建筑上。今日的纳德林肯林根，光是圣乔治教堂就有大约5000克啦，约1公斤重的钻石。哇，他这是用那个那些石头去盖的房子，结果里面就有5000克拉的钻石。爸爸，我要笔给你去。好，来，来。OK， 好，来。这就讲完了哦。钻石是从，你看是跟着火山喷发出来的钻石，有没有？它是跟着钻石从哪边来的？这里。这里是哪里？你看到火山爆发的地方。钻石在地底下150公里的深处哦。那么钻石怎么跑到地面上的呢？因为它火山喷发，就跟着火山喷发出来的。好。这是什么啦？这是，哎，怎么跳一个？哦，钻石，哦，五一在这里。好，52。所有的行星都是由宇宙成组成的。他刚刚讲的这是一个，我跟你讲，这里是很特别哦。1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到地球，就他就把这一个叫做那个纳德林根镇
撞出了几公里，我看看，大约24公里的陨石坑，所以这个那个叫做纳德林根镇是被地球的对，比如从外太空来的陨石撞出来的。这那这是什么东东？这就陨石啊。那说这个蓝蓝的，它就这样飞下来，然后就画出天空的颜色啊，撞嘣。懂。这个城市以前是被撞出来的。再一次。好，就嘣。好，第52，所有的行星都是由宇宙层组成的。大约40亿年前，太阳系由刚生成的太阳和在它周围旋转的宇宙层所组成，这些旋转的宇宙层叫做吸积盘。吸积盘内的宇宙层粒子围绕太阳旋转时，粒子之间彼此冲撞。嘿，来这里！当粒子碰撞在一起时，彼此之间相连，并开始自转。自转的粒子逐渐吸引更多的宇宙层。体积越来越大，数百万年后，其中一堆宇宙层形成了地球，一边绕着太阳公转，一边以地轴为中心自转，同样的作用陆续发生，形成太阳系其他行星。哇，好特别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们地球是宇宙层吸尘盘宇宙层组成的哦，了解了。好，接下来53，地球上最古老的物质比地球本身还要老的。地球大约在45亿4千万年前形成。2016年在非洲的毛利塔尼亚发现了一颗葡萄柚大小的陨石。这颗陨石编号是 NWA。你看你念念看。NWA。接下来呢1119。大约在什么字45亿6千万年前形成的。哇，这个陨石超久超久的。NWA19 形成的时间比地球还要早，那时的地球还只是绕着太阳旋转的宇宙层而已。哦，你看太阳，然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你看所有人都绕着地球在转。来，第一遍，太阳，大家绕着它走的哦。水星，金星。地球，火星，你又没看，你怎么会认识字呢？我刚才有看这里，这是水星。我刚才有看了，真的好有看，好，那就结束。54，澳洲有一座山持续燃烧了6000年。澳洲的文根山中有一层煤炭，已经在山坡的岩层被燃烧了数千年，因此文根山又被称为燃烧山。科学家认为，文根山里的火焰一开始可能是闪电或森林大火引起的。地表阻隔了雨水，所以里面的煤层被引燃后就不停的在燃烧着。全世界地下的煤层有超过1000处在持续闷烧，文根山是其中最古老的。姐姐，这是那个煤炭山，它里面都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燃烧，很恐怖吧？它已经燃烧了6000年了，啊，好烫哦！不会烫，我摸摸看，不会的。哎呦，太烫了。好，55，它就在做这个山，好特别，叫文根山，燃烧了数千年了，还在燃烧。在怒潮上冲浪，可以一口气前进好几公里。巴西的瓜马河向西流入与大西洋相连的瓜加拉玛湾，但是每个月至少有2次强劲的海潮使海水倒流，海水向瓜马河上游涌入，当地人把这个现象称为波罗洛卡，科学家称为怒潮。冲浪选手试着驾驭波罗洛卡的浪，冲进12.5公里的内陆，从这里开始，你看，每个月有2次强劲的潮水会冲进来哦，往海里看，怒潮会翻搅河床，把河水变得浑浊哈。那个我们都好了，我要读一本书，就是那个小美人鱼。好，等下来，我现在看完这。56，地底下的坏精灵啊。坏精灵。昨天的是好精灵，这些都坏精灵呢，看起来好恐怖哦，耳朵、嘴巴，哼。这是你对的还是我对的？哪一个？这是坏精灵，就我的对喽。不是。
你的对是像昨我天跟的你经理，说，我以前我就有跟他好，上次呢，他不小心被他自己的猫用昏的，我有救他一命。这样子啊，好。是到底是谁的？这是我的。哎，是我的，因为我有救他一命过。好来，16世纪中欧的矿工在挖掘厄尔山脉中的含铜岩石，集体感到身体不适，而且产生了幻觉。他们猜测自己是被住在岩石里、绰号叫"果头人"的坏精灵下了毒。矿工们感到身体不适，事实上是因为在采矿时，岩层释放出一种有毒的气体叫砷。之后，他们融化岩石提炼铜矿的时候，又生成毒性更强的二氧化砷。直到18世纪，一名瑞典科学家发现，这种岩石含有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化学元素。他参考狗头人的名称，把他们命名为钴。哇，好恐怖哦！来，开始，来。好，那爸爸自己说，小小科学人100，地球大发现。打开书本，第57，艾琳是最常见的风暴名称。热带风暴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称为台风。你看，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我们这边就称为台风；在北大西洋、东北太平洋地区称为飓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就称为旋风，其实都是一样，台风啊、飓风啊、旋风啊，都是暴风暴的名称。人们为每一个热带风暴的命名，使气象播报员可以清晰容易的表达，也有助于紧急灾难的回报。所以哦，该热带风暴通常在海上形成，它们的命名规则如下。每年由邻近的国家提出数个名字，列成清单，按照清单的顺序来命名，所以叫亚比盖、布鲁斯、沙瑞斯、丹尼尔、艾利、法兰克。有很长一段时间哦，热带风暴都用女生的名字来命名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哦，这些风暴全部用女孩子的名字，叫做贝利蒂、夏利蒂、黛比、艾莲、阿加莎。然后1975年，大卫和塞西尔这两个男性的名字被列入飓风的命名清单。现在飓风的名称都是轮流使用男女名称，所以有大卫、塞西尔。好，有些名字是被禁止使用的哦，就大卫、David、塞西尔。好，你看哦，有些名字是被禁止使用的，例如苏纳姆。你知道为什么苏纳姆被禁止使用吗？因为曾经用于马来西亚，但是因为发音听起来好像海啸的英文名称，哦，说是佛，苏奈啊，塞奈姆，苏奈姆，佛奈姆，佛奈姆，造成马来西亚人的恐慌，因为苏奈姆听起来就好像叫海啸一样，所以苏奈姆就不用了。1978年2月呢，查尔斯和戴安娜曾被用来为热带风暴命名。但英国王储查尔斯在1981年迎娶戴安娜王妃之后，这两个名字就被禁止使用了。查尔斯、戴安娜。《地球日报》：台风艾琳重创艾琳。1954年，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开始为热带风暴命名，直到2019年，艾琳这个名字已经被使用了10次了。哦，艾琳用了很多很多次了。一开始，热带风暴使用的名字都是西方常见的名称，现在各地也使用能反映本地语言或特色的名称的。爸爸，那个我想你讲完这两页再讲四页就好了。来，滚滚动作快。委内瑞拉的雷暴帮助水手在海上找到方向。数百年来，航行到委内瑞拉附近的船只利用马拉开坡灯塔来辨认方向。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座真正的灯塔，而是经常在同一个地点出现的雷暴，400公里内都可以看到它。马拉开坡湖位于委内瑞拉海岸附近，它的上方常有云层聚集，湖被群山包围。到了晚上，热气与水汽上升，常常引发巨大的风暴。你看，雷暴的频率，每年140天、160天呢，它每年有140到160天。将近有一半的时间都有雷哦，这个风暴的持续时间，你看，咚咚咚咚，每次7到10小时，好恐怖哦！一直在打雷，一直在打雷，一直在打雷，一直在打雷。
闪电出现的平均次数是每小时280次，太恐怖了吧？每小时哎，280次，闪电不知道每小时是什么意思？每小时，一小时就是60分钟，时钟转一圈就是一小时，时钟转一圈就是一小时，一小时有60分钟，这样记起来了吗？60分钟里面有280次，你看等于每分钟6636630。它一分钟里面会闪电5次，就这样。你看那时钟，那秒针这样子，秒针转一圈，红色的秒针转一圈就是一分钟。它这样转一圈当中就会，嘣。好，你看到、哦、它又在动到11的时候左右，嘣。好，现在它动到1左右，动到1哦，你看快到1了，嘣。你看它打雷次数多不多？每隔几秒钟就打一次雷，超多超多的。闪电出现最多的次数是一个晚上高达20000次。那是呢？它一年呢高达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有一年的闪电次数160万次，哎，吓死人了！就一直闪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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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闪电，哇，闪160万次，你会吓死人啊！所以它就被变成灯塔了。OK。然后燕鸥终其一生都在飞行，哇，这个燕鸥一直都在飞耶，飞行距离相当于地球往返月球3趟。全球有数百种动物每年为了寻找食物、温暖的天气或繁殖的地点而迁徙，要找到食物。它每年哦，燕鸥每年为了寻找食物跟温暖的天气和繁殖的地点而迁徙，就是搬来搬去，搬来搬去，飞来飞去。它们迁徙的路线跨越陆地和海洋，绕着地球交错纵横。你看它这样飞。这样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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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可，好厉害哦！这样飞，全球有数百种动物，每年为了找寻食物哦，它就到处飞。北极燕鸥是迁徙距离最长的动物，它们总是追着夏天的脚步，从北极继续飞到南极地区，再飞回来。它们一生飞行的距离相当于从地球往返月球3趟。西伯利亚鹤迁徙的时候，每天可以飞320公里。在温暖的气流中翱翔，每年有大约15000头以1500万头牛羚羊在塞伦盖提草原上迁徙，寻找新鲜的青草和水源。它们的移动距离大概达3000公里，好远好远的，总叫飞飞。为了追随季节，蜻蜓从印度迁徙到非洲，这趟旅程非常的遥远，所耗费的时间比蜻蜓一生的寿命还要长。蜻蜓呢？就是从这里飞到这里，蜻蜓哦，从这边飞到这边，从印度飞行到非洲，它这一趟飞行的时间哦，比它的生命都还要长，因此蜻蜓至少要花4个世代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趟迁徙，好恐怖哦，飞这么远。好，斑尾鸠最远可飞行11000公里，中途不停留休息，吓死人了，它这样飞。11000公里耶，中间都没有停下来耶，恐怖吧？北美驯鹿从阿拉斯加迁徙到加拿大，目的是寻找足够的食物，增加身体的脂肪，以度过寒冬。你看驯鹿从这里，哇，好远哦。然后一只以上的帝王蝴蝶，冬天跨越北美洲向南飞行4500公里，这也太恐怖了吧？从这个蝴蝶从这里飞到这里4500公里，然后。格龟迁徙数千公里，从他们的生活地方游到产卵地，从这里游到这里生蛋，它从这里游到这边才生蛋。然后座头鲸平均迁徙5000公里，从适合的繁殖暖水域游到适合捕食的冷水域，它从这边生殖好就要游，你看它游到哪里？从这里游到南极，你看游到南极，从这边。生殖，他生完小孩子就游到这边来吃东西。好，阿德利企鹅循着太阳照射的角度，在南极洲的边缘迁徙，这样他才能有更多的时间沐浴在阳光下。他从这边游到这边，要照射阳光的关系，因为阳光这样照下来。OK， 今天先讲到这里了，这太多字了。好，明天我们早一点起床就可以讲更多。好棒、哦！你每次我都敲到，哪里敲到了？小尿尿、哎。好了，我赶快穿鞋子。哎呦！我们要最快的速度。哎呦，你真的长大了耶！哎呦，爸爸抱不动了，怎么办？哎呦，爸爸抱不动了，怎么办？哎哎哎哎。
天讲到六十，无聊的十亿年没有大事发生。十八亿到八亿年前，地球经历了非常稳定的十亿年。有位科学家把这段期间命名为地球最沉闷的期间，或是无聊的十亿年。无聊的十亿年之前，第一个生命出现。无聊的十亿年期间，无聊的十亿年，无聊的十亿年，生物没有显著的演化。无聊的十亿年，气候很稳定。无聊的十亿年之后，高等生命出现了。海洋充满了生物，哇，森林出现了，植物在陆地上生长，超级大陆分裂开来了，超级大陆就裂开了。好，过来之后会变什么呢？你看看，61，为什么在有毒的活泊中，这里都没有讲，有哦，这里是。大约十八亿年前就发生这些事啊，然后这里到八亿年前呢、啊，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他就来看，好，慢慢一直过来的。好，那现在跳过来喽，再讲为什么红鹤在有毒的湖泊中筑巢繁殖。非洲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是地球上最不适宜生存的环境之一，虽然这里的湖水有毒。每年却有250万只的红鹤飞到这里来繁殖下一代。哇，这里的水温高达60度，很烫哎，我们皮肤会被烫伤哦。哦，咚咚咚。对，湖水里有大量碳酸钠，形成称为泡碱的盐类混合物。泡碱让湖水变得跟家用漂白水一样具有腐蚀性，会灼伤大部分的动物皮肤。好厉害哦，这湖水里面是有碱的，它像漂白水一样会腐蚀动物，它会灼伤皮肤哦。但湖鹤喜欢吃湖里的蓝菌，蓝菌细胞中内胡萝卜素使红鹤和这里的湖水都变成粉红色，好好玩哦。它吃这个里面的海藻水藻之后就会变粉红色。这些小岛是湖水蒸发后泡碱的沉积物，称为蒸发岩岛。啊，这里是一个沉积，就是说因为有些东西一直泡在海水里面，它里面有碱，这个碱是很像漂白水一样哦，不能碰到皮肤的哦。但是真是奇怪，这红鹤竟然还吃这里面的蓝菌，都没怎么样。所以红鹤就在蒸发的岩石上筑巢。我找到了。嗯，哎，对，就是这个蓝菌，它就吃这个东西。这样它什么东西？这些就泡泡啊，因为很热啊，就会起泡泡啊。他们的猎食者，例如非洲金狼，就难以捕捉到他们，因为非洲金狼要不敢进入这个湖水里面，所以他就很难捕捉到他们。所以这红鹤哦，它在那边有250万只，哎，很多很多哎。好，62，警告氦气易散，地球上的氦快要用完了吗？氦是宇宙中含量第二高的元素，占了全宇宙质量的24%，但是地球上的氦气量越来越少。因为大气中的氦容易散到太空中，地球上的氦大部分是以气体的形式存在，它是铀或，哇，这怎么念啊？兔吗？你看这个爸爸都念，可能念错。你跳过没关系。好，念土好了，土等放射性元素在地底衰变时产生的。哦，它在这地体变化的时候产生的元素，它是放射性的，不能随便碰到哦，随便碰到身体就穿过去了。氦气无色无味，而且几乎不和其他的物质发生化学作用，它非常的轻，容易散到空气中。啊，有些氦气会被天然气捕获，存在天然气的储层里面。所以这天然气，你看这地底下，到这边工厂，哇，可以发射。氦气从岩石的裂缝中释放出来，你看这都裂缝里面。地震时，地层出现裂缝，氦气就从释放。就会利用裂缝里面释放到大气层。哇，好棒哦，地震的时候就分享。好，人们从天然气中收集氦气，用于医学仪器、火箭啊、飞艇啊，甚至用来填充派对上的气球。氦气非常轻，一旦进入大气层就会一直往上飘，最后脱离地球的重力，散于空气大天空中。地球内部的氦气存量有限，科学家预估人类可能在数百年之内就会把它全部用完了，就没有氦气了。
就被我们人类用完了。63，在沙漠地区下雨了却不必撑伞。当地面的空气特别温暖，雨滴从云层滴落下来，还没有到达地面就蒸发了，因此下了雨却不必撑伞。气象专家将这个现象称为雨帆，就说在沙漠地区哦，下雨了却不必撑伞，因为地面的空气特别温暖，雨从云层下下还没有到达地面就蒸发了，就雨哦下下来哦，都还没有到下到这地面就蒸发掉了。所以下雨也不用撑伞，在雨帆经常在沙漠的上空出现，就在上面。意思这是假装的，这是像幽灵一样，就这样，不用撑伞，因为雨下到这里还没有下到这陆地，就被太热了就蒸发掉了，变蒸汽就蒸发掉了。好，64，为什么下雨后空气中有泥土的气味呢？嗯，你有没有闻过啊？下雨过后有泥土的气味，它岩石和土壤里的放线菌，它会持续释放，出现一种有特殊气味的化学物质，称为土臭素。暴雨过后，空气中有一种气味，称为潮土油。雨滴把土壤中的放线菌的孢子带到空气中，因此土臭素的气味在大雨过后就特别浓厚。人类嗅觉对湖泊油特别敏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哎，好奇怪哦，它那雨下下来以后空气中就会有一种叫做潮土油的味道，嗯，所以闻起来好像泥土的味道哦。这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味道跑上来啊，它就闻到了，因为下雨啊，下过后就有一种泥土味，就这样咻咻，它鼻子就闻到。好，它是小科学家。哎，对啊，小科学家，哎呦，噔噔噔噔噔。好，再来。65，世界上最大的洞穴中有一座茂盛的地下雨林，怎么这么特别啊？越南的寒松洞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里面有河流经过，孕育了一座茂盛的地下雨林。这个洞穴在1991年发现，直到2009年才探索完毕。洞穴上方有一个巨大的开口，阳光从这里，你看这么大的开口，阳光从上面照下来，一个大洞穴。探险家发现洞里有座雨林，有的树木长到30公尺高，哎，非常高，非常高，哎，你看，洞穴高度大约200公尺，从这个洞穴到地上有200公尺，你看洞穴的宽度大约有150公尺，大约的150公尺，充足的阳光和雨水从上方的洞口落下，让雨林里的动物和植物在地下一样可以正常生活。这是一个大大的洞，竟然阳光照进来，还有河流从这边经过，哎，好厉害哦。这里是怎么样？他受伤了，所以我们现在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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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包括气温下降、持续性降雨、农作物欠收导致食物短缺，甚至还诞生了两个新怪物，火山尘和火山灰喷到了43公里的高空，大约比飞机的飞行高度还要高4倍，好厉害哦，很高很高，它的火山灰，你看飞机的飞行高度在这里，但它的火山灰跟喷尘飞到43公里的高空，那个在哪里？它就喷出来的灰，这就灰啊！你看，一直扩散啊，一直扩散，一直扩散啊！你看它这多厉害！诞生了这两个，后来又诞生了。待会我们再看这里。好，飞行高度还要高，好恐怖哦！竟然火山灰可以飘到这么乖，这么高，这么高，在这里叫做坦博拉火山，就是位于印尼，当时是荷兰的殖民地。火山灰不断的扩散，使云层下方数百公里的区域都陷入黑暗之中。火山灰不断的扩散，数百公里的底下都是黑暗的。火山灰遍布整个东南亚，颗粒更小的火山尘被风吹到世界各地，好几个月都见不到阳光。火山喷发的巨响在1000多公里外的苏门答腊都听得见。全球气温普遍下降，隔年1816年连夏天都很寒冷，是没有夏天的一年。各地的农作物都欠收，
导致全球粮食短缺，估计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你看有多恐怖，连夏天都是寒冷的，因为它的火山灰吹上去以后，太阳都照不下来。你看火山灰喷发的巨响，在1000多公里的外的苏门答腊都听得见哦。远在巴黎和伦敦的居民也看见异常的明亮鲜艳的落日，这是空中的火山沉粒造成的。他以为是那火山沉粒飞到很高很高的高空，那个太阳照过去以后，就让伦敦跟巴黎感觉特别的明亮。实际上不是的，是因为那个火山灰让太阳照过去，对，这都是灰，它慢慢落下来。这个一颗一颗一粒。他故意画这么大粒，但是真正的是很小很小很小的。除了没有夏天，这年的坏天气也影响了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使他们的作品变得比较沉闷。好好玩哦，原来因为天气都黑蒙蒙的，所以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他们做出来的作品都感觉很恐怖。有一群作家到了瑞士，结果在避雨时创作了许多恐怖故事。玛丽雪莱的作品《科学怪人》描述一个科学家制造出来的可怕怪物，约翰·波里道创立的吸血鬼是第一个以吸血鬼为主题的现代故事。哦，这个是吸血鬼啦，这是被人家创造出来用故事书写出来的科学怪人。所以他这样咚咚咚咚缝一块，咚咚咚咚缝一块，咚咚咚咚缝一块，这是用故事书写出来的科学怪人的样子。那这是用故事书写出来里面的像吸血鬼的样子，像昨天我们看的那档电影哦，他就讲他用演的嘛，一个小朋友可能不听话跑出去电动玩具厂去玩，就被坏人看到了，就被他抓起来丢到后车厢去。结果丢到后车厢，他想逃跑，所以他一直讲电话，一直踢一直踢，结果他就跑下来拿着那个十字旗子，告诉他你不能讲话，你讲话我就杀了你。结果那个人觉得，你说我很痛，结果那个人就觉得怪怪的，他就很想去，结果他就打电话报警。结果那人拿着铲子就过来，砰砰砰，就把他窗户打散了。他逃出来的时候，哐把他打昏。结果他爬起来，以为他死掉了，结果又没有死掉，又再打一次。最后一起把他拿起来丢到车上，他以为死了，结果没有死。他又跟那小女生讲话，叫小女生讲，那个人听到了，一出来以后，靠，就把那个坏人杀掉了，不是坏人杀掉，把那个司机杀掉了。这个故事告诉他，这是演的电影嘛，用演的看起来很恐怖，事实上那些都假的。但是告诉说，我们绝对做什么事都要很小心。你可以跟着陌生人走吗？你可以跟陌生人走吗？还有，假如有陌生人一直跟着你的话，你现在人在街上，你要怎么办？去打电话给警察。还有，赶快跑进任何一个商店、任何一个店家里面，一直说：“哎，妈妈好。”或者：“哎，妈妈，你来了，我回来了。”故意讲，然后坏人就不敢进来了。然后你再告诉他老板娘：“老板娘你好，那是坏人，我都不认识他，他想来抓我，所以我刚刚故意叫你是妈妈，我故意叫你是爸爸，我是用冲进来的。谢谢你帮我打电话给警察局，或帮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妈妈，告诉他我在这里。这样你会吗？OK。67，北美洲的最高峰拥有40个以上的名字。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阿拉斯加，海拔6190公尺。然而这座山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日积月累，这座山拥有40个以上的名字啊，怎么这么好笑啊。1880年代曾经用一位欧洲探险家的名字来命名，叫丹斯莫尔山，结果又有叫黑德雪山。结果1965年，他的北峰与南峰被重新命名，向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致敬，叫丘吉尔峰。2015年呢，美国政府正式改名为德纳利山。德纳利是阿拉斯加原住民使用了数千年的名字，意思是高的那一个。结果这边加拿大叫高的那一个是哪一个？就是这山啊，这座山啊，叫德纳利山。德纳利山用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对话来讲，它就叫做德拉利山，就是高的那个山的意思。对，那个菲菲马来很近，因为它住在这里，然后啾一下就到了。那太快了吧，吓死人的，哪有飞这么快的？然后它就1896年到2015年正式名称是麦金利峰，叫麦金利峰。过来俄国人又叫它叫德西里卡山。1733年、1806年，阿拉斯加地区属于俄国的领土。
当时的名字波沙亚山意思是鳄鱼的大山，后来德纳黑山、波利沙亚山、迪纳里山、德纳里瑞山、迪纳西山，哦，这些名字有许多用当地名字命名，最初都不被欧洲地理学家承认。这是什么啦？所以最后这棋子啊，最后它的名字叫做德纳利山。德纳利山，北美洲最高峰，拥有40个以上的名字，北美洲最高峰。OK。来，你看刚才就被划掉了。有一个人的手怎么这么厉害？就我速度太慢了，就像你讲叽叽嘎嘎嘎，我都可以录到一样。哎，不是不是，都不能录到。为什么南太平洋让人感到孤寂又绝望呢？有些山峰和岛屿的名称，并不是反映地理环境的特征，而是探险家当时的心情。散布在南极洲附近海域的岛屿，有的是以探险家或他们亲友的名字来命名，有的是以探险家的家乡来命名，还有一些岛屿的名字似乎跟探险家发现他们时的心情有关，例如焦虑。焦虑在哪里？看看焦虑岛在哪里。焦虑岛。焦虑岛。嗯，它有一个害怕或解脱，你看这有叫绝望岛。到南极，南极地区旅行，那你要告诉我指的岛哦。好，这叫做安全岛，这叫安全岛啊，安全岛，这叫失望岛。哇，这个叫炸药岛，好好笑哦。就是我就对，啊，沮丧岛在这里。那还有什么？危险群，这里叫做寂寞岛，寂寞群岛，它叫德索勒雷勋群岛，就叫寂寞的群岛。好，来，我在这里，在南极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造访绝望岛。炸药岛，如果旅行的人事先知道这些岛屿的名字，可能就会不想去了。这张地图既不精确，也没有按比例绘制，但是这些岛屿的名字是的确存在的。OK。